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飞藏为您带来的新皇体系原版的实况对战解说。这场比赛 EP 老 K 对 EP 的灰灰，来看双方精彩对决。九七双神，对吧？也是世界最强的两位顶级高手。哎，攻防落地泄风，重拳六 A 大葵花打在板边，运气很高。老 K 这边怎么出板？哎呦，小跳重得直接抢，可以的。连跳进攻，前前有力回针，一波战 C 打乱动，连跳裸抓啊！由于是裸抓泄风，没有晕点重置啊，所以说这波是直接打最高输出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嗯，后跳重锤，对侧二 P 的前冲葵花打回针，好的，落地葵花对侧二 P 的后 AB。那看下一回合啊，这两位顶级高手不多提了，对吧？但凡你听过拳皇，你一定知道九七；你但凡知道九七，你就知道这两个人，对吧？可以说是火出圈了。哎，能量闪身，这手葵花撂倒。哎，跳 CD 连跳进攻，而比裸 AB 躲开一批大影跳 CD。哎，给对手的这个间隙还是比较的久。哎，看一下连续的波动。德勒星河，哎呦好，一个战 C 直接破防，往右板边推，一批能量闪身先出板。嗯，前跳重锤落地葵花，对侧二 P 的助词，但是奈何第二下收招被揍。哎，跳中腿连跳进攻被二 P 战 C， 好，前前延迟战 C 打乱动，哎，应该说打破防。灰灰这一下就是为了前前延迟打你的乱动啊，但是这一下破防呢，我相信灰灰也没想到啊，两边都没有想到，这神乐的破防值还是那么的优秀，比较恐怖了应该说。来看陈国汉手里只有一颗资源，但是由于是老 K 啊，还是要给个尊重。灰灰这条暴气伺机而动，哎，碰我就 CD 反击，不给进攻，不给压制，就等一套。但是奈何还是被一批能量闪身打乱节奏，还剩最后一颗资源。嗯，可以的，小助词出板。哎，先攒出第二颗资源，这波压制破防值很高，但是奈何没有办法持续进攻啊，毕竟是老 K， 而且是大猪，还有资源不在板边，那基本只能去啊等对手卖破绽了。那看下一回合，你像刚才那种局啊，神乐能做的真的不多，对吧？除非神乐再多两个重拳的血量，可以去搏一搏，对吧？尝试的去卡软固定，骗对手 CD 还是有机会的。来看双方大猪内战啊，灰灰这手陈国汉呢，就是为了针对一批的大门啊，本来是八猪鹤的阵容，现在硬生生变成了八鹤猪。由此可见，灰灰有多么尊重对手。哎，老 K 依旧是万年不变的八猪门。来看，哎，下中腿倒地，这应该是没了啊。狙击锤给一颗气，没有问题呀、啊。老 K 这边大门几颗资源？哦，满资源。来吧 ，KY 门，世界最强大门啊，至少在九七里是的。没有气，大猪还是比较危险。拳脚封位，做一下区域巨指的预读摆位，看能否哎去打中对手乱动。难受，连续高跳来上一波蓝之山，不好意思，游戏就是可以为所欲为。下星角单点漂亮，老 K 配神。哎，怎么说？这个位置还剩一丝血。大门一颗 CD 交出来，起身在一个超兽身再刷出一颗资源，不好意思，永动机。一颗 CD 交出来，比分1-0。那看下一局。难怪灰灰要用大猪去针对 EP 的大门啊，这恐怖如斯。来看灰灰这局依旧是八鹤猪，没有选择八猪鹤啊。大门大神乐，他这个资源或者说伤害回收的太夸张了，对吧？首先是地雷阵是100%的，基本不会失误。其次呢，你这神乐没有指定头啊，不好拼。对手追波少年。两段是跑进板，但是没有继续压制。怎么讲？一颗 CD 进板还是要去刷资源。哦呦，要破防了！好的，我就知道，晕点很高，老 K 还差一下晕，老 K。哎呀，好没了。这下确实没有办法啊，也不怪老 K， 对吧？这板边能做的不多。哎，这灰灰这八神确实就是如此。当他血少的时候，不好意思，你摸不到他。当他血多的时候，不好意思，你也摸不到他啊。当你能摸到他的那一瞬间呢，那基本你就要晕了。转锤元武 Z 可以拳脚方位预读摆位，做一下区域的巨指。八神这边满资源，一个泄风，好，这手卡位置的下一葵花撂倒，还爆气。这嗯，关键切防，连跳进攻没了。哇，
给你来个动手术啊。当然我们这以前叫的比较粗俗啊，叫那什么，对吧 ？QJ 啊 ，QJ， 带走。那看下一回合，很猛啊，很猛，这八神。来看老 K 这边大门，灰灰这边要一穿三吗？是米袋，果然换了这个新皮肤啊，就是比较凶。下一对策一 P 战重腿对空，哎，追波少年，但是哎呦，老 K 这手夏清泉卡真不好意思，你想做什么？蓝之山起身强转没有，下重腿比较稳，哎，一波回有吗？重庆飞帅，哎呦，这是什么操作？灰灰你在做什么？一波灰没有，重庆飞踹也没有，结果来一个八九杯，我不能接受啊！来看神乐，开局这边升龙对空，哎，还是小赚，对吧？毕竟对手只剩最后一个角色没了。下招对策 二 P 落地战 C， 高跳蓝之山不敢动也动不了，硬猜对吧？要么是跳地，要么是跳抓，你只能硬怼，一丝血。哎，拳脚碰位跳 CD 有机会吗？没了。啊，这有机会破防，但是可惜好，一个 CD， 老 K 还是给个尊重，刚刷出一个资源呢，就是交给你了。其实灰灰刚才那手残血的神乐也就是为了啊要对手这和气，对吧？双方都是心知肚明。看一下大猪暴气，哎，除了转锤不落地，你碰我就刚 CD 没有问题。怎么说，你看什么老 K 啊，什么大门都很难顶这一下，资源血量的绝对劣势，而且面对一个大猪，对吧？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。来看这一局，双方比分持平，赛点争夺战，抢三的比赛进入白热化啊！我发八神那一战不多提，又是九七第一局，走。梅花插盒，这下很凶，很敢操作。在这边后跳 C 对策 EP 的前冲想钻裆吗？不是很清楚。嗯，好的，这手利用对手的防硬直去做一手有力回针，跳抓不敢动，八神大魁硬堵，下一葵花撂倒，缺反一下云，老 K 神一下没了，哇，这灰灰是八神好自信。哎，这电子竞技一般来讲的话都是职业寿命啊会比较短一点，但是你像灰灰啊这么多年了还这么猛，天哪，非常人也是吧？跳重锤两个高点位的啊预读很准，波动没了，这三个飞踹我就知道这局比赛大概率是走远，老 K 能否顶住？嗯，波动走，你看地波灰啊，有个机会就给你来两波啊，刷资源对吧？然后去摸奖，安全跳骗 CD， 双方资源互换，连续进攻，下皮下一有力回身，延时点乱动。首先是灰灰连续跳进攻，对吧？巩固对手身上的防硬值，去做一手有力回身，然后延时放针不动，让你以为我要抓谢风，或者说去抓 C 头，然后下轻脚去点你乱动，对吧？这把神犹如鬼魅一般。有花三十料到这都敢砸，灰灰表示上头了啊，气氛轰到这了，不砸感觉很难受，是吧？仿佛有蚂蚁在身上爬。老 K 这边，哦呦，这把神晕了吗？没有，吓我一跳啊！原来是前冲被搞的，被击倒了。好的，后大跳轻脚对策一逼前冲，腿长啊，长腿欧巴。来看下一局，比分1-2。我一回，灰神，看一下 K 神怎么说。嗯，来吧，首发拼八神，老 K 能否觉醒？哎呀，八珠门这个阵容，虽然说老 K 的大门很强啊，世界最强，但是其实八神才是点睛之笔，是吧？试想一下，把这个八珠门的任何一个角色换掉啊都可以，但唯独换掉八神不行，是吧？一旦换掉八神，这个阵容就烂了。来走，跳中腿，连跳进攻可以，但是 2P 防得很稳，没有去防一手谢风。好的，尾波四连进板晕点很高，两下灰灰，哎，好，葵花一时破除晕点，哎，九七的晕点比较直接啊，你晕点很高的时候，你碰到对手一下或者持续三秒不被进攻，那就可以了。
樱花三式破防回身，对手还想动，灰灰不甘寂寞，一丝血，地波灰，时间五四，怎么说？哎呦，灰灰还发波吗？还发波？好吧，可能灰灰想的是坐波出康啊，奈何没出来啊，没打中啊。那看下一回合，哎，确实刚才能做的不多，对吧？你跑已经来不及了，只能去发波。来看灰灰的神乐，也是世界最强神乐，九七的话，倒中腿，好，果断交 CD 没有任何问题。哎，这残血满资源的八神还是要给个尊重，对吧？你这要是，满血的八神满资源都没有那么恐怖，对吧？找到节奏，顶多是打个葵花，哎，去打个晕点去做进攻。但你这残血八神没别的，逮到就是超杀啊，一套就是半血，对吧？来看灰灰能否稳住。大猪持续进攻转锤，哎呦，这个位置卡得很死。一批大猪这个是优势啊，怎么想？下 C 乱动，顶门一身没有真身过去还是比较稳健，但这手，哎呦，灰灰若即若离。你以为我要近身了？不好意思，我又往后跳啊。怎么说？这个位置卡得很死，不给指令头没了。灰灰很老道啊，很老道。每次都给你假装啊、能抓指令头或者说近身博弈的距离，然后瞬间又拉开，对吧？干扰你的判断，打乱你的节奏，更不能让你产生一些，对吧？计划一些套路不存在啊，没有时间去考虑。好的，前前蓝之山没了，这就是大门打神乐啊。你大门可以失误无数次，但神乐顶多失误两次，对吧？一次残两套死，又是如此。来看灰灰最后一个大猪陈国汉，但中腿朝天脚，这个位置，哎呦，灰灰心脏好大呀，天哪！看老 K 重振旗鼓，一颗 CD 还是给了啊，这不交一颗资源很难近身。双方资源互换，好的下招对字 RP 的圆舞 A， 小跳中腿 RP 防得很稳，猜对了。打死站中腿这个位置，大门两颗三颗气，好砸都砸死你了大猪。大门就找机会用资源就可以了。好的一颗 CD， 怎么讲？小跳好出晕头，漂亮。这是各种套路啊，老 K 的千层套路。小跳给你指令头的威慑力，对吧？但是我有出晕头，没有任何问题。用资源差，哎，去打对手这一架。比分2-2失平，看最后一分争夺。第一回合依旧是八神内战啊，九七不多提了，就拼八神。连续相杀，哎呦，这两边都很谨慎，这局好小跳过活。老 K 这手后发先至，半边进攻很稳健，小跳接不给你空防泄风的位置，还有身位。晕点很高，但是 RP 一波高跳重腿抢出板，好的前前钻道。下轻脚低身位走开的 RP 前小跳轻脚的攻击判定，并且反制救了一波白光。那看下一回合，来看灰灰这边神乐千鹤能否稳住。哎呦，下扣断动漂亮，这手破防值很高，下轻脚破掉柱子，但这个位置还是破防进板。老 K 一颗 CD 只能交，大跳中腿，哎呦，打点过高被 RP 抢抓，背包一个 C 头撂倒，到中腿又是高打低，我中走。你看这虽然八神手里没有资源，但是你神乐就是不敢轻举妄动，有一个波就是不一样。前冲下中腿接续压制晕点在身上，但是 RP 一个战 C 对空。你看八神不愧是，对吧？九七公认的最强角色啊，强是有道理的，要啥有啥，而且还有指令头，拳脚打人又有伤害，圆武帝相杀不亏呀，这八神一穿二啊。灰灰只剩一个陈国汉，来看这局怎么讲。这灰灰唯一能仰仗的就是资源优势啊，但是大猪内战其实资源优势没有那么重要。灰灰暴击想利用这个伤害增幅去迅速带走对手，很明显有点难。后跳 CD 对字 RP 前跳，好的孤地血反孤地，完了灰灰节奏大乱，半血已过。哎，进攻压力在二 P， 那这样的话，老 K 这边大猪的牵制能力就能发挥得更好，对吧？你看灰灰被迫进攻就是如此的，
下重腿。好的，指令头伤害够吗？刚刚好。那看下一回合，但还剩一丝血，看老 K 大门几颗气，两颗气。OK。Round four。游戏几乎结束了。嗯，一脚 RP 爆气，也只能如此了。两脚，一颗 CD。 好的，三拳两脚。大家关注我们，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！太精彩了，兄弟们。